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可爱的背心，它放出来不长不短，不大不小，又有弹性，所以你看黑白色我当然全包，因为怎么搭都很活泼很好看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这一次选用的蕾丝啊非常的亲肤，之外不是一般的蕾丝，它是那种双层次的蕾丝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刺痒，不讲蕾丝穿上去好像没有蕾丝的感觉。然后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弹力透气竹节棉，那整件衣服是有弹性的，但如果你真的很懒惰不想要扎，你看它一样有腰身，一样宽松舒适，一样好看。衣服的话建议里面都穿白色的内着，因为它是竹节棉，竹节棉本来就是有透透的花纹感，完全不会扎你的皮肤，包括这个腋下滚边的这边呢，完全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刺痒的感觉。因为呢，帮大家那种车边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哦，这边胸围的部分啊，一样都是有弹性的哦，分两个尺寸 SM 号，然后正常尺寸带就 OK 了。